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南公关书店，让我们进去来看看吧。是一个很舒服的 open space。那在我左手边是图书馆，然后在我右边是卖东西、可以吃东西的地方。我还是电炉旗名家歌舞伎 Book Center 提供上百本的书哦。这边的书分成三种系列，就是这边是粉红色，代表是比较清纯的爱；然后这边是红色，代表是永志不渝、不会改变的爱；那黑色就是近段的爱，有点咸湿哦。现在手上拿的这本书，就是后面这位男性王四田先生所写的书哦。这里除了书之外，还有提供一些简单的餐点跟饮料，可以在这里享用。那来到这边南公关，会推荐一些适合你看的恋爱书籍哦。今天的南公关书店真是难以忘怀的体验呢。对啊，跟他们聊天都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呢。我是鲍勃，我是 Chloe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